位艺术家参与在这一次的行动里面。那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中累积了421幅的艺术文本。2012年，我们更希望能够将属台湾独特的胶培文化能够把它推展到世界的舞台去。新台湾壁画对于2012年开始，我们将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市地展开新台湾壁画对博览会。那博览会的内容，我们将针对2011年的台湾一地计划的总共421幅作品，以主题的方式，在不同的展馆进行做一个展示，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去年所累积的艺术文本与成果。台南的部分，我们在新春第一档最新的展览——新台湾壁画对博览会的土地变征系列，我们选在安平的辅都建设白鹿湾的接待会馆。这个展览很特别的部分是，它将会是一档很新进中的展览，展期从1月26号到2月28号。欢迎大家1月26号到2月28号这段期间，如果来到台南安平的话，都可以来到白鹿湾会馆走一走，然后看看我们新台湾壁画对在2011年所呈现的成果。